科学啊，一直不知道佛法在讲些什么。可是学佛人呢，现在非常精彩，发现科学怎么在讲我们家的话。各位是否也想对这件事一探究竟呢？我住在美国旧金山，我研习佛法完全是自修，没有参加任何的团体。旧金山这个地方是全世界高科技的，大家耳熟能详的，苹果电脑。 Facebook，一直到电动车 Tesla，那么围绕的系统有三所世界知名的大学，世界级的大学，Berkeley、Stanford，还有 UCSF，这三所大学加起来一共拿了90个诺贝尔奖。 在这个环境里面。
科学和科技的资讯非常丰富，所以接触的多了，发现了这个科学正在解密佛法。再加上爱因斯坦曾经说，佛法最符合现代科学的需求。